现在新书派健康跟我来。在这个东方的女孩子啊，在体型上面呢，就是属于那种下半身比较容易胖的，叫做洛梨型或者是西洋梨型。这个东方女孩子可能就是因为下半身的循环不够好哦。那很多年轻女孩子一整天工作下来，那么因为长时间的坐，屁股跟大腿非常的肥胖，那这个也是非常的担心，到底要做什么运动或者吃什么东西可以调整，让自己的这个身材再恢复到紧实漂亮呢？今天我们有机减重专家向学文老师啊，就要针对洛梨型的女孩子怎么样来做调整，我们就一起跟着她学喽。